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 Yaki です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下，就是那个圣火降魔录的五连召唤。对，我其实一直在想要不要继续玩这一款游戏，然后我到昨天为止都是一边只有进行每日登入，然后玩一下下就这样子，也没有像以前玩其他游戏那么热忱。对。然后我发现好像只要我没有很想要玩这款游戏，就比较容易抽到五星，是不是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五星的龙马，这是新出的。然后好，我们就把这个抽完吧。我本来想说就是自己私底下玩一玩，没有要录的，结果一抽第一发就是五星，看来这是天意，只好来录一下了。好可爱，等一下，我真的没有。这是谁啊？王国的公主艾琳西亚。等一下，我只要我以后怎么面对这个游戏啊？我本来想说，等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游戏，我比较喜欢的游戏，我再把它删掉的说，这个我要怎么办啊？我今天早上真的是一起床，然后想说啊，有20颗哎，不然来抽一下好了，结果。这叫我情何以堪啊。啊、哦！我、哦、这是谁啊？倒霉的英雄 Harold。这是这个什么样的落差？我才一讲完，好吧，以后可能继续玩这款游戏就变这样子了，是不是？这游戏也太……真的是哈，第一次抽到五星角色还这么难过呵呵哦。现在是谁呢？哦，又是你，真的，你看一下子就变三星了。哇，我的心越来越灰了。怎么办？我是真的是想要把这款游戏删掉，就算有卡美拉，但怎么讲呢？我还是比较喜欢日式风格那种感觉吧，就是有妖怪哦，小萝莉是龙哎、欸，被称为龙的，被称为神的龙，神龙族哎、欸，终于有神龙族了，你看，现在就回来了。真的，这个游戏真的是，我是抽这个精选战窝连战，然后抽到这个龙马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嗯，嘿，真的是情何以堪啊！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稀有度，好，这是我们刚啊，这个这是什么？哦，对，这边是我们来一个这个介绍好了。这是龙马，白夜武士的龙马。大声一点点好了。俺に話か。戦うことで戦いを終わらせるんだ。好帅哦！我看一下。我、哦、天哪！这叫我情何以堪啊！啊啊！爱心，爱心，爱心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刚刚另外一只这个公主、欸，又是公主，这看过了嘛？卡美拉，国际交流中的卡美拉。然后这个是要这个冰之公主，那个菲约尔姆，她是要那个破关那个第二部的第一个章节就可以获得的角色。他也蛮强的，我现在把他练到35等了，他也蛮强，而且很漂亮，是冰属性的。对，你听一下声音。氷の王国ニフルの王女フィオルムと申します。对，然后这是我一开始选的伟大的公主嘛，然后我其实。在那之后还有再抽到五星的角色，可是就是比较分散一点，抽了好几次才抽到。然后我
之前有录的都没有抽到五星，我真的是被气死了。未完成的英才东元，五星的角色是真的很强哎、欸，跟四星的真的不能比。这个也很帅，可恶！我说不定以后就一说他很帅，我就再也抽不到五星角色了。气，哦哟，这个是古风之人扬言，看起来很没有五星的感觉，因为可能是因为很朴素的关系吧，没有身穿着华丽的衣裳。对，好，大概以上就是我现在有的七只五星角色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啊，那个可以变成龙，然后一大堆三星的，就是三星四星都是我有录，结果都是抽到这些，然后就很心灰意冷，所以就没有上传上去。啊，这一只也是我还蛮喜欢的角色，我喜欢他的这种异国的服装的感觉，他是阴沉的魔法师。对，好了，总之，然后我的城堡升级到这样子了，这个是按这边可以选择，大概就这样子了吧。真的是一个又爱又恨的游戏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看着龙马英勇的升姿，在这一集结束了。好，哎，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大家推荐我一些好玩的游戏。对，然后我其实有想过要回去玩妖怪百姬的，可是我的账号好像不见了。嗯，然后我之前啊，因为之前都是用手机录，然后用手机直接上传 YouTube， 然后它有时候我上传之后，它上面会出现一个正在上传的样子，可是其实已经上传好了，可是它还是显示那个样子，然后他就问，然后他站在那边，我就觉得很碍眼。然后一开始我是讲到这是什么，这是可以删掉的东西嘛？毕竟我已经上传好了。结果他就这样，他说：“请问你要删除吗？”我说：“嗯，好啊。”就没了，就真的就影片整个删除掉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对一些就是以前影片怎么不见了这些，对以前的妖怪百姬的影片，有一些就这样被我删除掉了，对不起，我也很想要找回来啊。我也想要要回来啊！我现在有点想要回去玩妖怪百姬啊，看着可爱的妹妹们，可爱的妖怪妹妹们。可是我的账号好像不见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不想要重玩，好累哦。而且这样我的风神跟一些很可爱的情人节的角色都没有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回我的账号。总之，这一集就到这边了。好了，那么。希望大家可以推荐我好玩的游戏。那么我是甜食幽灵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